一党议员亲自到商场投诉啤酒公司举办农历新年促销活动的做法。邓章钦揶揄：“看着啤酒都会醉。”沙巴州内阁重组名单出炉，两名沙巴西盟州议员入阁担任部长，而邦莫达则遭除名。阿莫马斯兰表示，由于要处理巫统党内事务，所以这次的巫统大会没有邀请团结政府的政党和外交使节出席。肉干大王就是真正好滋味。各位观众朋友，晚间好，欢迎收看2023年1月11日的东方大马头条，我是杰怡。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今日批评伊斯兰党巴东普国会议员穆哈默法瓦兹昨日亲自到商场交涉，并要求做出调动的做法。此前啤酒公司在商场举办新春促销活动，被指公开售卖酒精，引起伊党巴东普国会议员穆哈默法瓦兹的不满。他指接获许多穆斯林的多项投诉，该商场有大型酒精促销活动，令穆斯林感到不舒服。经穆哈默法瓦兹传达其不满商场设有大型酒类促销活动后，该商场管理层今日已采取适当措施，包括以红布装饰啤酒产品，借此减少穆斯林的敏感性，也不失商业活动的举办。对此，邓章钦揶揄一党议员看着啤酒都会醉是对方的问题，而不是酒精的问题。民主行动党社青团全国宣传秘书吴家良则强烈抨击穆哈默法瓦兹施压商场停止公开举办大型酒类促销的做法，因为这是极其霸道、不尊重私人商场经营生意的方式。另外，民政党全国署理主席胡栋强曾经表明，若非穆斯林的权益受到威胁，民政党将毫不犹豫退出国盟。对此，宾州行动党副主席塞里尔揶揄，随着一党巴东普国会议员试图阻止啤酒促销活动，请问民政党会履行诺言，或是选择安静支持盟友的行为？沙巴州内阁重组名单出炉，两名沙巴西盟州议员入阁担任部长，而支持首长拿督斯里哈芝芝的巫统州议员拿督沙赫米升任沙巴第三副首长兼任工程部长，取代遭除名的巫统沙巴主席拿督斯里邦莫达。另外，沙巴公正党主席拿督刘静之入阁担任州旅游文化和环境部长，取代巫统的原任州部长拿督杰菲里阿里芬。沙巴行动党秘书长冯进哲则任州工业发展部长。巫统总秘书拿督斯里阿莫马斯兰表示，由于要处理巫统党内事务，所以这次的巫统大会没有邀请团结政府的政党和外交使节出席。他说，巫统只是邀请国政成员党，即马华、国大党和沙巴人民团结党，以及六个国政之友。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按赞、留言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一起来关注国内大小事。我们待会见。